的尽头，风也许会很冷，路也许会很远，但我会陪在你身边。你是否愿意带着我到天长到去，你还会说声你爱我。那日出月落，茶几茶落，只为了等你的爱。我等到春去秋来，花谢花开，只盼你回。阿姑，我才准备找你嘞，你来了真拄啊好。阿玲啊，你即摆叫伊啥？阮对面表小弟啦，阿琴拢叫阿姑啊。对啊，阿伯啊，我讲过啊，我唔是贼啦吼。什么事啊？我怎么那么吵啊？舅舅。姐啊。阿斌啊，姐啊吼，拄啊要去找你尔，来，姐啊，请来外面吃饭好。稍等嘞，安怎？嫌厝内底讲的无方便性，要若无，现在就要出去。没有啦，没有不方便啦。既然没有不方便，安尼内底坐啦，坐啊。我无想要浪费时间，阿姑，咱上好是当面对一下字。对什么字啊？你少装了啦，阿姑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去恐吓陈茂成？我哪有？敢真正无？无啦，唔是我啦，是恁长妈叫我去的啦。你把我没讲哦，我是叫你去问候他呢。哎，仁啊，你不要误会啦，舅舅在陈茂生那里哦，一毛钱都没有拿到啦。什么误会？所以讲恁全咧哦，去找陈茂生，甲拍甲重伤，搁阮小弟伫咧担罪，你想够苦哦。你是不是真实的？阿妈，当然不是真的啦！舅舅，并没有去杀陈茂盛啦。是啦，亲家妈，但像陈茂盛这种人吼，阮爸家都袂富啊，哪有可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代志？哼，你到今麦还阁要辩解？迄天吼，你伫个房间所讲话哦，翠莲听甲清清楚楚啦。阿翠莲到底听到什么？就陈茂盛哦，就是让伊甲拍甲重伤的啦。可恶！你还来责怪别人啊？我弟弟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呐！起来！你是不是走路？我已经联络警察了，警察正在外口在等，你走都走无路了。警察大人，洪秀就是伊啦！阿娇，等，动伊啦！伊哪安尼对着恁阿姑啊？哎，阿姑嘛对你袂歹呢。我再讲，阿姑嘛是病的只，要怪，都阿姑你丈母啊！别再讲了啦，你甲阿琴拢有关系伫个啦，若要讲哦，去警察局讲啦。同意啦，你少搞过分嘞，你若会使对待阿姑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欠阿姑的钱哦，真正来还。阿姑，欠你的钱我一定想办法害你，要唔你家己所做的代志，家己要负责任啦。阿仁，阿仁啊，你不能丢下我跟
云啊，你搬两个出去，马上搬我出去。我还讲讲，你若不搬我出去哦，我出去要谁生效？哎呀，好了啦，阿姑，都是你的不对，你还说什么嘛？哎，阿仁啊，警察先生刚刚说过，只要你签个字，就可以帮我们出去了。阿仁，是吗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看你们这几个应该在这边好好关几天，才能好好的反省。心绞痛的毛病啊，你就应该注意一点嘛，把药带在身上，按时吃，这样子才会好嘛，以防万一啊。你只知道孝顺你妈，你孝顺阿妈跟我妈有她的一半就好了。哎呦，你怎么搞的？你这样子也要计较啊？你知不知道阿妈发起病来很吓人的，有一次差点死掉哎。放心啦，没事啦。人家说啊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一万年，你没听过？好了好了，你犯不着为了他心绞痛毛病又犯了。其实啊，都是舅舅啦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，让人觉得没有面子，他当然会生气了。哎，你舅舅的错怎么能怪在我们身上啊？我是跟阿姑去偷钱，我也没跟人开人啊。哎呦，再怎么说舅舅也是我们的亲戚啊，阿仁不怪我们，怪谁啊？阿琴啊，我看哈，你以后要对阿仁再多下一点功夫，你看那熊啊，愈来愈大尾啦。啊，较早吼，若讲伊还佫会听啦，啊，今即嘛，愈来愈唔是款啊，愈来愈歹控制啦。哎呦，说来说去啊，还不都是你啦？他以前什么都听我的，都是你在一旁哦出馊主意。你，哎呦，哎，妈，哎，好了好了啦，不要再说了啦。来，我扶你到床上休息啊。小心点，多休息一点。我去倒杯水给你吃药啊。唉，囡婿靠袂住，呾查某囝佫愈来愈唔听我的话，以后都要家己靠我家己。大家你快点啦，你真物件啦！什么意思？你要害你了？母亲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我还莫吃，你要吃啥？你甲我讲，我才过来甲你买，吼。母亲啊，什么母亲啊，母亲啊啦，算是母亲啊啦，啊？吼，这么歹这物件，你敢提好吃？你要甲害死小啦？母亲啊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连你家己叫啥名都唔知，我是阿笑啊！啊，我唔管你啥物笑的，要笑唔笑啦！你敢出去啦？莫甲我啰嗦啦！哇！不行啊！出去啦！不行啊！出去啦！笑笑，你敢出去？莫甲我吵啊！哼！出去就听我啦！出去啦！笑啥不笑啥？哼！我想烦恼的代志已经发生啊！已经出现吼人格甲行为的反常。啊，那边怎？哎，马上开刀了。啊，若无吼，下半身给破伤，严重的时阵吼，连记忆都无去啦。护士小姐，
这针能维持多久？到晚上应该就没有问题。谢谢。阿布，阿布，阿布，性情哪会变到安尼啦？完全跟变到一个人同款。迄块血条在作怪，先生讲哦，若无较紧开刀，伊会亲像拄仔安尼愈来愈严重。安尼是要安怎？我是足烦恼的，头壳开刀是真严重，啊开了后唔知变安怎。好啦，再起来，拄仔护士都已经有甲注射啊，莫烦恼啦。阿母。我是专门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的，海无性一个咧凶手文斌啊，已经抓到啊！阮小弟冤枉，大家拢会当清楚啊！阿母，你可能无啥欢喜是无？我来讲无欢喜，阿母是想讲，等候抓到凶手。恁着恁小弟中校的迄案件若结案，我要把所有的真相拢总讲予清楚。啊，但即嘛安尼，安怎讲嘛讲袂清啊。阿母，是啥物代志咧讲袂清啊？我若听拢无。这拢袂要紧啊。对啦，啊中校，奈无甲你斗阵来？伊就讲要送翠莲转去，胖爹咪就来啊。等伊来。你才甲讲，你甲讲，啊是要甲讲什么啦？无啦，唔免啦，无啦，无代志啦。这几天你无伫个厝吼，阿妈人做一个拢散落去，逐工都咧想你啦，啊伊也唔肯讲。迄天暗时啊喊面吼，嘛一直咧叫你的名，我有听到，翠莲嘛有听到，翠莲是我伤心，伊讲无论安怎，叫阿母等看一个阿妈。辛苦兵照顾你，才让你做这样子粗重的工作。阿母，你原谅我，我不爱再离开厝的，我不爱离开阿母你的辛苦兵，我要照顾你，你敢要你的辛苦兵伺候你？阿秋，阿母，李湘，阿母，你敢出去？你出去。我伫个病院，正人的面头前，我已经讲过啊。你一个袂见笑的查某，我家的门不准你搁家入来。你出去，你出去。阿母，你听我讲好唔？我袂搁听。
我已经听真多啊。我知我即马讲安怎讲，你都袂相信我。也毋过，我还是爱甲你解释予清楚。忠孝毋是无生爱囝，是你的孙。你是将我当作三个囡仔是？你今仔日讲安尼，明仔再讲安尼，你搁煞着是要搁讲啥？阿母，你莫生气啦。毋是讲我讲话起起倒倒，因为当时伫个病院，大家拢认为讲忠孝也是凶手。无想啊，是为着要救忠孝，才讲忠孝是伊的囝，所以我才唔敢讲话。我当时是想讲，我安尼做是咧救忠孝啊，所以阿母，所以什么？阿卓啊，你安尼试图要来骗我这个八岁，我即马无遐尼简单，安尼就互你骗去啊啦。阿母，不管你是不是要相信我。我确实是认为我当时安尼做是对的，不过即摆凶手已经抓到啊，我认为讲无必要搁再暗藏咯。就好，确实毋是无生爱囝，阿母，这是最后一遍，你相信我好无？最后一遍，唔知已经有几摆的最后一遍，阿笑啊！你是安怎要安尼一遍搁一遍来骗我？你敢知我这几年来，我是偌痛苦伫咧过哩？我少年就死啊，中年搁死囝，媳妇搁无守妇。孙媳妇过来不闹我，我即马到底是为什么人伫个我？我到底为什么人伫个我？阿母，阿母，我绝对袂搁再让你受苦。我从少年时代的辛苦变到即马，阿母。你敢知影我袂用个无你？我嘛知影阿母你袂用个无我。阿母，你莫甲我赶出去。这个世界上，无任何人会比我搁较了解阿母你的痛苦。阿母，你出去，你甲我出去。我无爱互你二万五加。你出去。阿母，你甲我出去。你这个呀，你怕我？你说你怕我？不管你安怎怕我，我都唔出去。这两个囡仔已经大汉了，总有一天伊是要离开咱。这个厝内面敢若剩咱两个。阿母，你若甲我赶出去，是啥物人要来伺候你？你莫甲我赶出去，你好歹倒去找个有好人哄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无去吃着你煮的菜，啊！今日我要加吃一碗，加吃一碗，来，这拄啊钱的，酥酥的，来，这也无开啦。好紧，好啦，啊你嘛爱加一块，来来，这个。啊，无你紧吃啦，我家己下就好。有汤无？有啊。阿母回来了。阿母，电话。阿母，阿妈，来，做个姐，姐你到店吃。志莲啊，来，得得饭。我再去做几个菜。哎呀，妹啊，菜有够，你跟姐姐到店吃。我叫切草。来，爸，
阿妈都目睭摇的咧，中夏，等下啊，搁嘴咧那边，确实讲恁大兄甲恁大嫂那边吼，介成都咧围炉咧。阿妈上欢喜吼，就是讲中夏，你吼就是确实我的孙仔啦。阿妈，你是咧讲啥呀？中夏，你毋是恁无性情的囝，你确实是恁阿妈的孙。阿母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呀？ 巧啊，你甲看，连伊都唔相信啦，讲你要叫我安怎相信？唉，实在有影哦，足复杂的啦。阿母，阿妈即摆咧讲，敢真实咧？是真实的，中浩，阿母知影讲即摆安怎甲你讲，你嘛是袂理解。迄个时阵伫咧病院，你无性情也是为着要救你，才会讲你是伊的囝。 你今仔日做实在有够超过，其实只要莫姓姐讲一声我唔是凶手，安尼就会用的。那你讲伊讲我是伊后生啦，我就是真不是为了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来变来变去，敢有想讲我安怎收拾我？中浩，莫姓姐甲阿母会安尼做，我嘛是不得已的。中孝。 我相信阿母说的是真的，是假戏的了。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了，我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假的。永浩，你们去找阿母，你去找魔镜姐，阿母姐清楚，好不好？ 淡无性，你们他妈计生啦！你起来，你甲我起来讲清楚，起来啊！中华，但你是咧起笑是无？但你上届遐尔，但你是咧讲啥啦？这是我甲伊代志，你免管啦！淡无性，你是安怎啦？要甲骗甲你五公司，我到底是不是个囝？你甲我讲清楚，你讲啊！你生人我本能不离啊，啊？你上够超过，你们他妈计生啦？你们他妈低气啦？你今天。 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，永浩，永浩，喂，等你安尼是咧创啥？阿叔，你是我的囝，你也是我的囝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三个是拢我的囝。 我还是你囝，啊！中浩，当初你即摆根本就唔捌啦，你讲讲遮侪是要创啥？中浩，你无性情啊！伊即摆头壳有一块血痂，阿妈上开刀，伊无法度解释任何的问题。哦。 阿囝，你阿我的囝对，啊？阿秋啊，你真敖呢，即马一个动机，你是伊的舵头，安尼你也想要骗我？伊即马甲慧玲同款，根本你即马咧讲啥物，伊都听无啊！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 这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我若遐尔侪囝，我会记得，我敢若无半个囝呢。无生啊！囝，中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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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母，你啥物都免讲。 我啥物都无想要听，我并不是咧怪你，我需要斟酌想看卖。吴太太，我们准备2个小时后帮陈茂盛先生进行脑部手术，请你们准备一下哦。哦，好。
这么多打击，你关心上安尼折磨我，本来我是，起码我也不是，什么代志安尼颠颠倒倒的，拢变来变去啊！仲孝，不要去在意你是不是陈茂盛的儿子，不要伤心难过了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我是不是陈茂盛的儿子，只是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，从我出生到现在，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吴家受到伤害受到折磨，这样对我不但不公平，对阿木更是不公平。我现在怎么想怎么做，我的内心都没有办法平静。你应该要坚强起来。坚强什么？你说的容易啊，现在什么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对阿妈是伤害，对阿母也是伤害，现在最大的错是陈茂盛，他应该负责的。茂盛叔也是好意，为了要帮你脱罪啊。就是因为他是好意啊，我才不知道应该找谁来负责。仲孝，不要想太多了，这都是天意，天注定的。天意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？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，听不下去。你要去哪里？你不要管我好不好？你让我静一静。翠莲，翠莲，我帮你们。我知道这个时候跟你说这些你都听不进去，可是我非常紧张害怕，又说不清楚，只好用写的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再生气懊恼也于事无补。想想阿布这些年来所受的委屈痛苦都不比你少，你只是无法接受这件事情反反复复的结果。如今事情都已经很清楚了，你不是茂盛叔的儿子，这样更可以证明阿木的清白，不是很好吗？我当初嫁给你就是因为你坚强独立乐观，你处理冷静是非分明。我之所以一直默默地待在吴家陪在你身边，就是因为我爱你，爱你们全家。如果你不能冷静地想想今后该如何的去做，只是一味怪罪，这样只会伤害到全家的，让阿妈跟阿姑更难过。仲孝，你应该庆幸这一切都能够澄清，你是堂堂正正的吴家子孙。想想阿妈阿姑，想想我，再想想你未出世的孩子，今后我们吴家全要靠你振作起来。仲孝，现在去为你买你最喜欢吃的肉粽，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想通了，而且也不再生气了，好吗？翠莲，
先生，阿姐，我来给安怎？病人真的欠血啦，要唔过哦，病医的血已经无够啊啦。那你要安怎啦？抽我的啦。阿母，不用啦，要抽就抽我的，唔是阿爷。对啦，应该捐阿仁的啦，我们要用茂盛说做点事。你什么血型啊？我 A 型。没用的啦，病人是 O 型的啦。哎呦，那我也是 A 型的，讨厌。我啦，我 O 型的啦，先生，行，我跟你来去听。行。无啦，阿母。求我还好啦，我嘛是 O 型。哦，无你对我来。手术吼，会当算是成功的啦。哎呀，阮下昏入去看伊袂？哦，真袂用的啊。等病人送伊到病房的时阵吼，恁来去看伊啦。哦，多谢。多谢。手术成功了。莫生啊，莫生啊，董事长，董事长啊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？你有没有听见我们啊？董事长。我跟雄琴来看你呢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阿琴啊，你唔免叫啊啦，都在动手术了呢，你即马甲叫伊嘛听无？我这样做就错了吗？阿母啊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成见啊？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啊？湘琴，妈又没说什么，何必反应这么激烈呢？照顾董事长啊，又不是妈一个人的专利，她好像很担心我们了，在董事长面前争宠。琴啊，你这么是在讲啥？阿妈好刚才你莫声声也无听，你唔敢叫我笑？笑什么笑啊？我是发自内心关心董事长哎。好了，少说两句。哎呀，外面都为了你呀 啊！我希望董事长清醒的时候，第一眼呢就看到我们呐。对不起，病人需要休息，请到外面。啊，拍摄哈，真麻烦你。阿莲啊。哎，我靠！走了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玉芝小姐啊，请问这病人什么时候会醒来啊？对不起，我也不清楚，请你到外面。什么？原来那个重校不是陈茂盛的儿子啊？就是啊，害我白白巴结那个扫把，巴结那么久了，真是倒霉，居然误把乌鸦当凤凰。哎，好佳哉啦！你吼、哦，你是干出这支嘴啦，无真正乌心肝火呀，啊无吃亏的啦。不过这样一来啊，我们阿仁就有机会啦。哼，要不然仲夏那个讨厌鬼啊，挡在面前啊，对我们阿仁前途哦，就碍手碍脚嘞。对哦。啊好啊啦，卖对啊啦，卖对啊啦，你愈对吼，我愈烦啦。阿妈，你不要烦，不要生气。我啥来袂生气啊？当乌心开一个刀，啊你规家口啊大细汉。去你家等，要抽血给伊。啊，你是姓啥？伊是咱祖公是。阿妈，这个是好事嘛，你应该要感到高兴啊。而且现在还证明仲孝是我们吴家的小孩啦。我才不相信啦！伊若是真是讲天顶个囝，是安那个血型，甲因老爸、甲因大兄拢无同，遐尼自私，会去甲伊个无姓啊同款？啥物你 O 型的？没有错啊，阿母也是 O 型的啊。啊，好啦。恁带你三个咧教四个啦，烦死有影。去啦去啦，我忝啊啦，我要睏一下啦。我会晓啦，我会晓家己倒啦，你去做你的工课啦。快点啊，来不及了啦！哎呦！
到医院去了，我还有几件事要去办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反正我们不同路嘛。妈，药效不太对劲哎。哎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最近对我老是怀疑东怀疑西的。不是我怀疑你，是你最近行为太诡异了嘛。我是要去把房契赎回来。哎，你怎么搞的？要怪怪你的，干嘛没有事啊？把房契押的钱到美国置产呢？我真怕被哥哥嫂嫂他们坑了。呸呸呸！不要胡说。你把房契赎掉给我了。万一被阿仁知道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阿仁算什么？他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粒棋子，现在最要紧的是陈茂盛，你不要搞错了你。跟着无奈的心。高兴啊！高兴啊！你是？你听的话袂？我是阿秋啊。阿秋啊，你真是认得我，你真是知道我是阿秋啊。阿秋，这拢是天公伯爷不平。阿秋，阿兄，我哪会？我就是讲吼，你已经有法好啊，结果讲什么你头壳迄块血道又搁有问题，而且给你动第二摆手术。我来变个你，我来拢唔知啊。你要哪会知啦？你还未开刀以前啊，身体是外歹嘞，各项代志你拢袂记的，连你家己号做什么名，我是啥你都拢唔知啊。我是足烦恼的，我想讲你若做安尼袂好，阿爸是要安怎？阿秋，卡顺也无你哦，我来背景啥物款？对，你囡仔好。你找你放心啦。伊拢真好啦，常年去你公司上班，我甲看起来吼，敢若真认真、真拍拼。啊，对啦，中校的元朗已经洗清啊，迄个凶手已经抓到啊。真实了？啊，到底啥物啊？迄个凶手在啊，伫土豆市。哈？探病时间已经到了，请你明天这个时间再过来。哦，歹势吼，不行啊。啊不，我先来走。我明仔再来看你啦吼，啊你若有啥物代志吼，你才叫护士。阿婶，对不起。哦，我再来看你嘿。哎呀，快一点啊！探病时间快过了。急什么？出门拖拖拉拉，现在催有什么用？哎呀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我希望他清醒的第一眼就先看到我们啊，让他知道我们对他有多好啊！医生说清醒还要一段时间，没那么快的。阿布，永林，哎，阿林，你今麦才来啦？啊，阿都公司一挂代志耽误着啦。走了，走走走，阿金啊，看病时间已经过啊啦，你明仔再较早来啦。哎，阿林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无性质啊，已经精神了呢。什么？他清醒了？是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身边朋友都认得出来了？对啊。伊吼过去的代志吼，拢总记甲清清楚楚，阿妈会认得讲我是啥物人啊？先生讲吼，若照这情形看落去，过两天啊，等于转去普通病房啊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啊，阿母要先来去嘿，吼。你看了，都是你啦，我们来晚了啦。好处被你妈给抢走了啦，真亏！什么啊你？每天准时来啦，偏偏不醒来。今天晚一点来，他偏偏这个时候醒来啦。哼，功劳没有，只有苦劳啦。你呀，真衰了你。翠莲，翠莲啊！哎，唔免啦，我袂枵啦。过来，阿母看卖，你人有好好无？啊，有叫先生检查无？哎呦，几日刚无看呀，巴肚规个拢大起来吼。你都爱加吃一寡，安尼你甲囡仔才有营养，知无？啊，恁阿妈嘞？
加困一下，安尼无较吵，咱讲话较细声咧，吼，来，过来一边。翠莲，阿母心肝内有真多话，实在毋知要对谁讲。我若是想到恁阿妈，我心肝内就足艰苦的。我安尼才无足无简单，才甲恁阿妈解释忠孝的心事。想袂到安尼，宝生啊，昏迷不醒，伊也袂当替阿母进行啥物。不过恁阿妈会生气，会无欢喜。阿母，你不要担心，我相信忠孝是我们吴家的孩子。真是嘞，你真是相信阿母讲的话。莫先生的伤怎么样了？林宝信一来手术真成功，而且嘛恢复了真紧。先生讲吼，这两天就用得转去普通病房。我想阿母嘛是应该回来厝的，伺候恁阿妈。不管恁阿妈对阿母有啥物误会，阿母嘛是应该回来尽做媳妇的责任。可是莫先生还需要你照顾哦。应该是袂啦，伊都有较好啊，也免人照顾啊。假使伊若是佮有任何要求，阿母嘛袂答应。啊，对啦，翠莲，阿母要问你一下，我无伫即几工，中林佮阿琴啊，是毋是对恁阿妈无好？大哥现在要上班，大嫂又要照顾茂生叔，所以才会忽略了阿妈。你免讲啊。好歹哦，阿母心肝内知知嘞。翠莲，你实在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。阿摆阮吴家都爱靠你甲忠孝。大水长，你即摆感觉安怎？有较好无？你若有啥物需要我做的工课吼，做你烦恼无要紧啦，吼。董事长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，我特去啊去给你买补品啦，这专门补脑的，恭喜你哦，手术成功，早日康复啊。是啊，董事长，我嘛祝你安尼吼，早日你身体健康，好啊，静养啦，好。阿母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可能伤忝吼，头壳戆。阿母小姐啊，即摆安怎？手术啊真顺利，有较好啊。那安尼真好啦。啊，恁阿人伫遮，无伫内底咧陪伊啊？啊，内底都恁阿嫂甲恁阿兄伫咧照顾啊。两个哦，足惊我去接近恁无性质啊！我是来足奇怪嘞，因慢慢安尼做啊，安尼做恁无性质嘛，无一定会答应什么代志。阿母，你知因去啦，因若是得到什么的吼，迄嘛是因的本事啊。啊，若是到最后哦，什么也无得到哦，这对因来讲嘛是种的架势。恁阿兄哦，唔知当时才会捌想啦，啊。是当时吼，才会袂受到恁阿嫂的影响。阿兄哦，是予迄姐母哦逼甲惊着啦，毋则大嫂安尼拖你戆戆说。总讲一句哦，迄是恁阿兄家己无定性，我袂用全怪恁阿嫂。阿嬷若知阿兄变甲安尼吼，一定会足伤心的。忠孝，咱拄仔讲的代志，你是无予恁阿嬷知呢？恁阿兄哦，敢若恁阿嬷的性命嘞，知无？知啦。看到了黎明，又怕让自己清醒。有多少未知的莫名委屈，要让我强忍着不能哭泣？我真的累了，累得想放弃逃避。
逃回那不再有谁会在乎的过去，走过了风雨，在身上留下了痕迹，回想起这一切百感交集，分不清该可悲还是欢喜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得我无法继续，有谁能看见我那颗平凡执着的心，为何我用真心做的梦，爱的人说的话，没有人愿意相信，而一个小小的天